关林生是一个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价值观，然后很特殊的这样一个人物，很偏执，然后很有自己的目的性，同时也很有魅力。我非常享受我们的拍摄过程，然后也非常感谢我的对手演员，然后能够沉浸式的表演自己的角色，所以我能够非常心无旁骛的去表演角色。有一切发生之前，带着我吧。是你杀了他五次，为什么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？我是一个很慢热的人，然后也闷闷的，然后到最后就是跟大家打成一片，感谢大家吧。然后希望我们的作品呈现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卷。下一个故事，杀青快乐。演员韩东林，戏份结束，感恩相遇，杀青快乐。